在重庆力帆上，他这是某一种坚韧啊。比如说在有一些比赛最关键的时刻，定位球当中啊，吉利奥蒂会有更多的发挥。比赛开始，场上身穿蓝色球衣的就是主场作战的广州富力，从左侧向右侧进攻。你看这边还是他们进攻的意大利进攻。嗯，哇、哦，还有大门！如果是这个阵容的话，可能富力队这边在中场的防守硬度上会稍微弱。哎呦，机会啊、哦！这下他是一犹豫啊。这是开场到现在为止最危险的一次。嗯。传球质量啊！旁边这一对一，这得秃了。哎，不错，他左脚。哦，漂亮！世界波！天哪！哇哈哈！太漂亮了！再看，你看，秃，你看这球动作，有点像那个萨乌尔的球啊！你看，就这个球左脚打的就是。哦，哎、守门员确实是没办法。嗯，过的是徐阳，给徐阳直接过懵了啊！嗯，嗯，这个解围是玩自己的门将。张志鹏这右脚差点硬，哎，背身护球丢了，哎，这是富力，这是力帆的机会，要打门，打了一脚，哇，可以。再看啊，你看，这球要真是能塞给王栋的话，他呢前面想上，后边的又不敢上，怕被打身后。哎，这下看一下，要打门，打门了。补射，补射！哎呦，邓小飞这点反应还比较快。嗯，我现在要打吉利，即使吉拉迪诺在也未必好使。对对对。你看，现在就是攻的猛吧，完这边中路给啊！哎呀，给晚了。力帆脱节了。嗯，力帆脱节了，这、哦、没有了。这就两个了、嗯。对，这脱节了，因为一脱节就完了。嗯，有变化。这个关键是战术、战型、阵型啊！这球还，这反正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好像是郑有荣拖在后边。但是刘宇是把这个肖智完全给放了。但是刘宇呢是认为呢这球呢肖智在我身前啊。嗯。哎呦，这是机会啊！也可以，高难度动作。所以我说中国人外国人啊，就是你要说都是热尔维尿那样阿姆雷斯那样大牌特意拉那个再说吧，打一脚。嗯，郑有荣啊落后的时候也提到中场。哎，这下传的可以，再打一脚。